好，我哋今日信息咧就係建立與主深厚嘅關係啊！我哋都幫好多人咧，嘗試幫好多人啦，去衝破佢困難，幫助佢得勝有餘。咁但係咧，發覺咧有啲人咧就即係好歡喜我哋幫佢啦，但係咧始終有一樣嘢冇做到嘅就係、是、自己去親近神得嚟，即係親近神唔足夠，或者係少親近神，或者話哎呀我好攰啊，唔得啊，冇力啊。其實冇力就係需要親近神，幾時都係幾軟弱都好。當我有病，我越係有病嗰時，我越係會呼求神嘅。就算點樣病點樣辛苦，因為神就係我哋嘅力量，神係我哋嘅幫助。無論我哋病啦，或者俾人哋傷害啦，或者係即係人哋講啲負面嘅説話，我哋會心滿唔歡喜。有啲人就會一路諗住佢嗰啲唔好，有嗰啲垃圾咧諗住就只有越嚟差。但如果我哋成日諗住神愛緊我，神幫緊我咧，個人就會輕鬆啦。建立呢種深厚關係，我哋一生人咧受用不盡，永遠得力嘅，永遠都係一個堅強嘅基督徒。但如果同神關係有軟弱咧，就會好多甩漏地方。而同神關係咧，一方面就係渴慕神啦，同神有直接關係啦；另一方面就係喜悅神嘅話語，中意神嘅話語。我哋同神嘅關係好似逆水行舟，不進則退，好容易退後嘅。一個禮拜都退後喎，一個禮拜擔心啊，我啲人又整我啦。啊！我啲人又話我啦，哎呀，有呢樣嘢發生啦，哎呀，我有病啦，咁咧好快咧就噉一聲就跌咗落嚟嘅咯。有啲咩事或者無緣無故就好容易發生嘅，就會疏遠主。所以求主幫助我哋，無論乜事發生，神都叫我哋得勝。但係呢個世界同埋魔鬼係不斷剝奪我哋嘅能力，我哋嘅罪性情亦都不斷剝奪我哋嘅能力，係一定要靠主耶穌先能夠得勝。我哋係唔會自動改善嘅，我哋係會自動變軟弱嘅。當我哋親近神，我哋就會提升啦。而保持同神關係需要付出代價嘅，係唔係隨意可以得到嘅？咁點解咧？因為呢個世界嘅壓力啊，周圍都係壓力。其實呢個世界而家好多地方都係逼迫緊嘅。我哋即係周圍見到啊，都係一路咧將基督教啊，即係逼迫啦，喺伊斯蘭國家啦，喺印度教嘅地方啦。同埋亦都喺即係其實好多地方，我諗大家都會知道喺新聞，大家都會知道有啲點樣教會被人逼迫啊，好多得唔到佢有嘅自由啊，即係信仰都要被干涉，都要政府咧係話俾佢聽點樣信耶穌。咁嘅時候咧，佢就係將教會將同神關係變為一種世上嘅嘢，用世上嘅解釋嚟到解釋。咁呢個人嘅壓力或者讥笑啦。咁咧，世界吸引我，呢個世界係的而且確好多嘅吸引，但係呢啲吸引係好短暫嘅，或者自己嘅罪性同埋軟弱。其實邊樣嘢大啲咧？其實最大就係我哋嘅軟弱，最大影響我哋係我哋嘅軟弱，而我哋軟弱一定係靠住耶穌先能夠得勝嘅。咁我哋能唔能夠同主同釘十字架一齊咧向前去？我放低我自己，我哋就一路得勝落去嘅。能唔能夠放低咧？其實係可以嘅。是可以的，只要我們堅決相信的時候一定可以的。由我初信主，神給我這種心，真的有神，哇，我真的很想所有人都認識耶穌。那我就跟周圍的人都傳福音，但傳福音的時候他們都有很多不好的反應，但我的心又覺得不要緊，他們不好的反應都不要緊，他們罵我又不要緊，他們逼迫我又不要緊，我只是想想去怎樣去幫他們。而後來我就說，我真的很想去幫人去認識耶穌，所以我就願意委身。我信耶穌沒多久，我就委身願意做一個牧師的，即是在初期我已經有這個心了，就是我覺得世上的已經不再緊要，因為我看到人的不好，所以我對於人不是有什麼期望的。所以我希望大家真的能夠，其實有什麼所謂，世上有什麼所謂，有什麼緊要呢？而是緊張神的事，神一定是祝福的。這個世界一定有逼迫，逼迫的時候很多人就會軟弱，就會說哎呀沒力了，死了怎麼辦呢，就逼迫。那有時有些逼迫不是一定正式是講到是宗教的逼迫，有時有些逼迫就是做工的時候，人們會說你，會笑你，會迫害你，那就令到我們失去神的力量。而在這個時候我們怎樣做呢？我們就可以在怎樣靠耶穌得力，以及在逼迫怎樣看法。我們一起讀一下馬太五章十一節十二節，人若因我辱罵你們、逼迫你們、列造各樣壞話毀謗你們，你們就有福了，
应当欢喜快乐，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，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。即系逼迫嘅时候，辱骂我哋，有人骂我哋，有人逼我哋嘅时候，我哋而企稳靠耶稣企稳，唔俾佢影响嘅时候咧，我哋就有福啦。即系一谂到逼迫，就谂到我哋有福嘅，又应当欢喜快乐啊！就唔俾人逼迫都欢喜快乐啊！就算有一日被人捉咗去坐监，或者甚至被人打，或者甚至有一日要逼到我哋死，但系我哋都话，如果为主而死嘅系有福嘅，神系纪念嘅，神咧亦都会与我同在，让我经历到神嘅声音同我讲说话，因为圣灵会教我亲自讲当说嘅话，所以咧我更加同神关系密切，亦都喺嗰时候更加倚靠耶稣嘅时候咧，可以经历到神超自然嘅能力。其实神超自然嘅能力系好特别嘅。我今朝去宣教短上昼嘅短宣，再一次睇到啲人经历圣灵系，即系有时咧，有啲人咧，佢哋需要大咧，就唔系好似香港人咁。香港人因为有时即系好似唔系好舒服，唔系好自然啊，佢哋又冇乜咁样嘅谂法，佢哋只系咧就觉得好需要。咁咧一按手就即刻佢就话咧有电嘅能力，同埋咧感受好大嘅爱啊、喜乐啊，将啲忧伤走出嚟，然後跟住又喜樂，喜樂咧又有啲憂傷，又有神又再一次將喜樂俾佢哋。有兩位咁咧，都係睇到神嘅工作啊，即係再一次提醒我哋神聖靈嘅工作好真實中。呢、这個仲喺我手機裏面我攝錄咗嘅，即係神真係好真實工作。所以咧，我哋靠住耶穌有力量，我哋就可以俾神大大嘅使用嘅。佢應該歡喜快樂，就算就逼迫歡喜快樂，因為天上嘅賞賜係大嘅。咁神嘅屬性咩？我一齊讀啊！神知道我们的痛苦，神纪念我们受的逼迫和赏赐，不怕为主受苦。这个就是我们的反应了。由这个经文，我们知道神一定知道我们受苦，然后呢他纪念受逼迫的，还会赏赐我们。即是有些不是字面看到的，但是在背后我们看到神当然知道我们为主受逼迫，然后他会纪念，他会赏赐，他会加力量给我们。这个就是背后，即其实看得到的，这个就是赏赐，但是就没有看到说神知道，不过他会想自己他知道。所以我们知道神经常都知道，你就算被同事骂，你企稳作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，你都是得胜的。但是在这个过程我们就不要企稳，企到怎样呢？好苦啊，上班的时候不开心啊，而是上班的时候都喜乐，跟人招呼。以前我曾经都在一间基督、不是基督教，就是不是基督教的医院，而这间医院那些人是特别反对基督教的，而他們知道我是基督徒，是知道牧師，不是只知道基督徒，知道我是牧師。那些基督徒都不是怎樣，即是沒什麼怎樣講他們的信仰的，但是唯獨我就特別 stand out， 個個都知道我是牧師的。但是因為情況我一樣是照舊見親他們就跟他們打招呼，有些人都即好像沒什麼，不是很有興趣，但是我不要緊，我總之我做好我本分，我同佢哋招呼啊、微笑啊、同佢哋關心佢哋啊，咁嘅時候咧就係、是、即係總係有影響力。喺我臨走嗰日嘅時候，有一個人有一個牧師同我講，佢話多謝你一路以嚟咧幾年都係咁，見親我哋就又微笑又招呼，又講好嘅説話，即係令到我哋好舒服嘅。佢一路都冇講啊，有時都會覺得冇乜用咁啊，但係我哋永遠都去做，就算冇用我都做，因為咧神喜悅嘅。咁所以希望大家永遠都唔好受人嘅影響。而最緊要牧養你嗰個係邊個呢？因為有時成日都話有牧師牧養啊，牧師嚟照顧我啦，幫助我啦，有咩煩惱揾牧師啦，揾邊個揾邊個基督徒。但其實牧養我哋最緊要嗰個係神同埋我哋自己啊。在世上，有時我哋覺得牧師牧養緊要啊，係緊要嘅。不過牧師能夠牧養你幾多個鐘頭呢？一個禮拜幾個鐘頭嘅時間，但有咩事發生嘅時候？邊個幫你呢？有邊個人在你旁邊呢？有係咪有基督徒呢？未必有的。所以在這種情況，邊個牧養你呢？就是一定是神，還有你自己，即是你自己照顧自己。就算他攻擊你也好，不要緊的，不死得的，神會保守。這個誇張而已，這個誇張，即是其實你都可以，如果有人真的這樣做，你都可以問他為什麼你這樣做，你問一問他，他都不懂得答你為什麼我這樣做，因為我蝦你嘛，為什麼我蝦我呢？即你可以問下去，點解你咁樣做呢？你可以話俾佢聽點解咁做，你又唔嬲啊？咁嘅時候咧，佢都即係好似無可奈何，都唔知點樣處理你嘅。呢、這個就係我哋德性啦。咁而牧師牧養係目的係咩咧？叫你能夠自己牧養自己啊！
所以今次我所講嘅同神關係就係你自己一路牧養自己。但有啲基督徒咧係點樣牧養自己？成日塞埋啲唔好嘢俾自己食，成日都話佢衰啊！哎呀，佢好衰，好衰，佢真係好衰，啲成班人都好衰，個個都對我唔好。咁嘅時候咧，如果餵埋呢啲咁嘅嘢，個結果咪就係憂傷咯。所以我哋照顧好自己就唔好食呢啲咁嘅垃圾啦。就係話有乜所謂啊？神嘅恩典咁大，佢哋嗰啲攻擊好細啊！我一個影片，我睇到佢度講到，佢話神咁大能力，魔鬼好細啊，使乜咁驚佢咧？魔鬼好細好細嘅啫。而牧養自己係將自己帶到神，牧養自己唔係就係用一啲理論，係同神有關係。咁嘅時候咧，神就會幫我哋咯。咁首先我哋認識耶穌，記實耶穌係點樣嘅？記實耶穌所有嘅屬性同埋佢嘅作為，我哋一齊讀啊。主是生命，他能復甦生命和靈命，主安慰和加力量。主是醫治者，他醫治我們全人。主是好牧人，他牧養照顧開路。主帶領，主提升我們。即係其實每樣嘢神都做，聖經仲有更多更多。不過呢啲係我哋日常生活最需要嘅地方，就係佢係生命啊！佢能夠復甦我哋嘅生命同埋靈命。就係如果我哋嘅靈命軟弱嘅時候，神有能力去復甦我哋。如果我哋覺得軟弱，唯一幫到我哋嘅就係神。而當我哋有憂傷、有痛苦嘅時候、冇力嘅時候咧，神係會安慰同埋加力。咁而呢啲所有嘅好處點得到咧？就係掹住耶穌親近神嚟。有好多人對於親近神嘅觀念就係話：我要學聖經、睇聖經、學聖經，我要祈禱同神講嘢。呢個觀念咧，其實只係講咗一部分嘅啫。我哋要學聖經，但喺聖經裏面可以得到應許、得到力量，唔係淨係同神講嘢，係從神連結以至神嘅能力嚟到我身上。佢真係會醫治我哋，無論我哋點樣樣煩惱都好，神都可以醫治我哋、安慰我哋。其實我哋個個人都會有嘅，個個人都會有，內中就有㗎啦。其實呢幾日我都聽到一啲唔好嘅説話，咁我聽到之後，個心裏面梗係有覺得唔舒服，但我就不斷為神嗰啲嘢，嗰啲説話有乜所謂？我亦都留意一樣嘢，今日都有人同我傾偈嘅時候都話：，啊，啲人點樣對我啊？啲人講啲咩嘢啊？我發覺一樣嘢就係人係好中意講律法嘅説話，好中意話你冇做乜，你要做乜，你冇做咩做得好啊？你我唔中意你或者負面嘅嘢，都總係批判嘅。呢啲批判嘅説話咧，我哋分辨到嘅時候咧，嗱呢批判説話其實令人好唔舒服嘅，好覺得壓力，可以做幾多唔夠好。如果係咁嘅時候，我哋食埋啲嘢咧就好慘嘅。但係如果我哋成日都話神喜悅我，我就做任何嘢神都喜悅我。即係我意思做為耶穌做任何嘢，我親近神神就喜悅，我悔改神就喜悅，我遵從神神就喜悅，我侍奉神就算少少神都喜悅。咁嘅時候咧，我哋就好正面啦，成日都為自己正面嘅嘢。咁嘅時候咧，個力量又提升嘅咯。我發覺雖然有攻擊，我又提升翻，靠住耶穌得勝有餘。而主係好牧人喎，佢會牧養我哋，佢會照顧我哋，佢帶住我哋，即係羊唔見咗佢揾翻，佢會照顧我哋。佢會即係我哋有咩困難，佢會照顧，同埋佢開路啦。哇！咁困難嗰只羊咁樣咁冇出路啊，但係佢嘅主人會將佢帶翻上嚟，有一條出路嘅，總有一條出路。咁有啲人話仲未嚟喎，啲出路仲未嚟喎，咁點算咧？神總有佢嘅方法，有時就係神使用呢啲咧，叫我哋掹住佢啊。學習係需要掹住佢，我個個人都需要掹住佢，我都需要掹住佢。如果我唔掹住，我一樣會煩噶。我一樣會煩嘅，其實我總有會煩嘅，總有煩。不過我俾佢煩幾耐咁解嘅啫。我幾快起翻身，咁我希望大家好快起翻身。即係人人都總有啲唔開心嘅嘢，但係咧，我哋靠住耶穌就可以得勝嘅。咁前面嘅路點樣咧？我哋又唔知，但係神又會帶領我，同埋佢會一路提升我哋嘅生命。所以神裏面都盡都是美善。我哋知道神咁美好咧，我哋就點樣進入啦？我哋一定係常喺耶穌嘅裏面。我哋一齊再讀呢個經文啊！我是葡萄樹，你們是枝子，常在我裏面的，我也常在他裏面。這人就多結果子，因為離了我，你們就不能做什麼。人若不常在我裏面，就像枝子丟在外面枯乾，人拾起來扔在火裏燒了。有冇見到打風之後嘅大樹啊？好多都冧咗，有啲最冧得嚴重咧，就係成個地嗰啲行人路嗰啲地啊，嗰啲石啊都翹起曬，有冇見過呢啲情景啊？
當你樹枯啊翹起咗之後，後來點樣樣啊？乾曬，乾曬係咪？我哋都係一樣，我哋一離開耶穌就乜嘢都做唔到，我哋真係冇力量。咁有啲人話唔係喎，好多人都做到大事喎，世上嘅事做到，但係咧心靈嘅做唔到，佢生命嘅做唔到，屬於神嘅事做唔到。但係當我哋常喺神裏面，就凡事都做到嘅。如果枝子冇喺常喺樹裏面，就會咩後果啊？好似枝子丟在外面枯乾，人拾起來扔在火裏燒了，就燒咗就冇咗噶咯。好啦，咁你神有咩屬性呢？一齊讀啊！主有所有美事福氣，親近主的就有主來，主來住和慈果子。我們常親近主，呢個就係我哋嘅回應嚇。咁嗱，呢度經文你話冇講到美事同埋福氣喎，呢個就係包含嘅意思啦。即係個樹，然後咧個枝子，個枝子上喺裏面，耶穌就上喺佢裏面。呢個人就多結果子，即係佢就有好嘅生命。咁即係佢裏面有乜嘢咧？佢有美好嘅生命。即係人一同佢一齊，就會有好嘅果子啦。咁呢個就係喺裏面嘅經文裏面發掘背後有嘅神嘅屬性，就係佢一切嘅美善同埋福氣都有嘅。人只要一黐住佢，親近佢就有主嘅內住同埋果子啦。佢生命就會改變，所以我哋就常常親近主。即係呢個經文一個重要經文，關於常親近主嘅。但係點解咁多人好難穩定咁樣親近神呢？第一殺手就係懶惰。咁啊，寧願咧坐喺度睇電視，攤喺度咩都唔做。咁咧就亦都咧係懶，即係懶惰，亦都跟住輕看神。即係好多人咧就會覺得，唉，神呢啲嘢真係唔係咁緊要嘅，即係眼前嘅嘢，做工啊、賺錢啊，人哋中唔中意我，有冇男朋友啊、有冇女朋友呢啲先係緊要。即係個人就會睇呢啲嘢，就唔睇重神啦。咁所以求主幫我哋。神才是那個最能夠幫到我們，祂凡事能夠幫到我們，每一樣東西什麼都做到的。即是當我看回一生，我真的看到很多很多神的恩典，神真的是很奇妙的。所以我希望大家，當你年輕的時候一路說，神啊，你前面的路我什麼都不知道，但是你什麼都知道，你一定為我，一定為我開路。那我們就不輕看神了。當我們有困難，被人迫害，被人罵，被人說的時候，唯一的答案不是猛咁揾人講啊，有時啦，揾阿東講下，揾阿西講下，揾阿呢個弟兄嘅講下，揾個姊妹講下，講完如果淨係靠講咧，係當時有舒服啲嘅，不過呢個唔係長久嘅辦法，一定永遠都係揾耶穌掹住耶穌。因為耶穌有兩種揾法，一種啊，唉，神啊好慘，快啲將呢個人趕走曬，呢個人全部趕走曬，等我全部周圍啲人個個都好曬。呢樣嘢係唔會發生嘅，呢、这個世界係唔會有一個日子係咁樣，一定係有好多困難。喺呢個世界上點樣得勝呢？就係喺困難之中，我依然有耶穌嘅同在同埋喜樂平安，以至能夠影響佢哋。幾多見證都係一啲人喺困難嘅情況，然後佢有美好見證嗰啲人就改變。咁所以我希望大家咧個心態祈禱就係神啊，快啲攞走曬呢惡人。耶神啊，改變我嘅心，等我唔好受呢啲惡人嘅嘢，有乜所謂啊？他不會咬親我的，他不會咬的，他不會真的拿到我的東西的，神會給回我的。我拿著耶穌，經常都耶穌幫我，耶穌幫我，經常由早到晚，我一日之中我都不知道說多少次，我希望大家呢都有這種習慣，經常都是耶穌幫我。不是只是求耶穌幫我，求耶穌幫我，即好像耶穌沒有幫我，當然求沒有錯，聖經有講求，但是呢我們多些說耶穌幫我，多謝耶穌，耶穌一定幫我，一定有出路，感謝耶穌。这一種的心態就是神已經做緊㗎啦，咁我哋呢個信心的一步啦。咁好多人亦都缺乏信心，點解會聽到瞓覺呢？因為都冇乜用㗎啦，咁即係唔相信神嘅話語，唔相信神嘅祝福，或者靈命軟弱，一讀聖經就瞓覺啦。有啲人真係一聽到就瞓覺啦。點解咧？個心唔能夠專注啊！呢個都係學翻嚟嘅，同埋同神嘅關係好咧，就能夠有動力。因為聖經好多好嘅嘢，你睇到咧，你哇呢樣嘢好，你就 mark 住佢。你就試下練咗佢，咁你就有動力啦。睇聖經主動地睇，同埋因為愛世界，所以咧好多人就好難穩定同神有一個密切嘅關係嘅。咁唔同神密切關係有咩後果呢？好多人好煩嗰啲都係因為同神關係唔好嘅，佢哋都係即係心裏面唔開心啊，有煩惱啊。咁另外咧就係唔親近神就係軟弱冇力，佢嘅靈命就會軟弱。其實我見過好多。我聽過很多基督徒，以前我們照顧的基督徒曾經有基督徒跟我說，唉，我現在都
即係佢起初好中意恩信聖言，而家我都唔中意聽啦，成日聽嚟聽去都係恩信聖言，即係冇咗興趣啊！對於神嘅冇興趣，唔想翻教會啦。我話你有冇覺得唔舒服啊？以前有，不過而家都冇啦。原來唔親近神，慢慢個力量就會冇嘅。魔鬼就嚟偷竊、殺害、毀壞。魔鬼就係專係偷嘅。佢見到你邊樣開有個破口，佢即刻入嚟就偷。而最緊要佢可以偷咗你嘅靈魂，攞走你嘅靈魂。憂鬱會成病嘅喎。有啲人咧有癌症啦，我相信大家唔想嘅。癌症嘅人通常嚟講係嘅特色係咩咧？係憂愁，好多都係嘅，好多都係佢本身嘅生活都係憂愁嘅。咁所以求主幫我啊！嗰度有個手機熄咗佢好啲啊，係個手機嗰、那個係個手機，個手機佢喺度 pick up 佢啲信息啊。即係會病咧，病咗係好慘嘅。其實我哋仍然健康，我哋感謝神，我哋就珍惜啦，千祈唔好讓憂鬱變咗我哋成為病啦。咁亦都被捆綁啦，即係魔鬼就會捆綁我哋，冇用、冇能力，做唔到乜嘢都做唔到，好慘好慘咁樣。而最慘就係永遠沉淪，基督徒都可以永遠沉淪嘅。我哋一定係保持喺神裏面，如果唔係就好似枝子枯乾丟在外面，枯乾咧拎在火裏燒了啦。咁好啦，親近神包括啲六樣啊，唔係淨係呢六樣，不過我而家今日講出六樣，因為我會講呢六樣嘅。第一，一齊讀啊，讀聖經。整天想念愛慕神，聆聽和回應主的感動，常被聖靈充滿，在壓力下也從神得力，常讓耶穌作主，就是時時讀聖經，同埋讓聖經的話語充滿我們的心，同埋成日咧嚟呢度正想念同埋讚美同埋愛慕神，成日都做咩嘢都感謝神，多謝人神，感激神，有聆聽同回應主的感動，神會同我哋個人講嘢，就留意然後咧回應。同埋咧，被聖靈充滿係好有幫助嘅。點解咧？聖靈充滿嘅時候，你感受到神嘅同在，一祈禱感謝耶穌有喜樂有力量，係容易得力嘅。同埋為人祈禱睇住佢改變，係會更加激勵我哋嘅。所以我下一次去嗰時候，我都希望有人同我一齊去，讓我哋都能夠咧被激勵啊。咁咧，成被聖靈充滿係更加容易親得力嘅。同埋壓力之下俾人鬧都好，都從神得力喎，唔係。淨係同佢對抗，而係我點樣從神得力，然後咧時時讓耶穌做主，咁嘅時候咧，你就係同神有個密切嘅關係啦。首先咧，讓聖經更新我哋，就係聖經唔係淨係讀喎，係更新嗱。好多人讀好多查經查好多，但係咧冇將佢應用出嚟。我一齊讀啊，詩篇十九篇第七節開始，耶和華的律法全備，能甦醒人心；耶和華的法度確定，能使愚人有智慧。耶和華的訓詞正直，能快活人的心；耶和華的命令清潔，能明亮人的眼目。咁呢度講到幾樣嘅工作喎，能夠甦醒我哋嘅心喎。如果有啲基督徒個心佢話我好難去愛神啊，就係個心未甦醒。咁呢個甦醒喺邊度嚟咧？喺神嘅話語同埋神嘅同在。當我哋日日諗神嘅恩典咧，多謝耶穌，耶穌真係好啦。每一樣嘢睇到感謝神，感謝耶穌，感謝耶穌。所有的一切，我哋衣食住行，我哋周圍的環境有聖靈的感動，感謝神，多謝耶穌。咁嘅時候，你越親近神，又數算神的恩典，個生命就復甦啊，靈命就復甦。我哋見到好多人經歷聖靈就生命復甦，不過有些人經歷聖靈又是一陣間就冇咗啦，三分鐘熱度。但如果我哋保持的話，就會被更新。亦都有些人咧係冇經歷聖靈充滿而佢改變的，但我哋見到咧，係經歷聖靈充滿嘅人，佢嗰種熱切係強烈嘅。咁我希望我哋大家都渴慕被神去更新，同埋咧有智慧去處理任何嘅問題，點樣分辨，唔好食垃圾。譬如我以前真係完全冇呢觀念，由得嗰啲垃圾直入，反覆思想，成日俾人影響。咁我但係我而家嚟講，我會分辨啦，同埋覺得唔緊要嘅，有乜所謂啊咁啊。同埋咧，快活人嘅心啊，可以開心快樂。亦都明亮人的眼目，讓我哋睇得清楚啊！咁神嘅屬性係咩？一齊讀啊！神能甦醒人和賜智慧，神能賜喜樂和賜明亮人的和賜明亮人的眼。對唔住啊，呢個應該係明亮人的眼。然後咧，讓聖經更新我們，即係神咧能夠佢呢種生命咧係好活有活力嘅，佢能夠甦醒人，同埋俾人有聰明智慧。又能夠俾人喜樂，同埋咧能夠明亮人嘅眼目啊，叫我哋睇就睇得清楚啦，分辨到咩係重要，咩唔重要嘅。
咁所以我哋就係讓聖經去更新我哋，原來神嘅話語咧係咁好嘅。神嘅話語咧，我哋捉實落去思考啊。林前二章九節一齊讀啊。如經上所記，神為愛他的人所預備的，是眼睛未曾看見，耳朵未曾聽見，人心也未曾想到的。就是神為他愛的人預備咧，就係、是、你眼睇來睇都睇唔到，冇咁嘅嘢嘅喎。但係神會開一件新嘅，開做一啲新嘅事，一個新嘅路，一啲未曾睇見、未曾聽過、未曾諗過嘅。即係神就係最好最好咁，希望大家咧。即係睇聖經咧，睇到咧，哇！神真係預備咁好喎、啊。咁你又又諗下喎，有冇發生喺我身上咧？有喎、啊，本來係唔開心嘅，變得喜樂啦，變得鬆曬喎、啊。我曾經其實好長時間，因為人嘅閒玩啦、逼迫啦，以致咧我係憂，即係個心裏面好大壓力嘅。我仲記得嗰陣時，我就好想翻嚟香港。我翻到嚟香港咧。啊！即係嗰陣時有十日翻嚟香港，我好開心啦。但係當我一諗到要十日之後翻去，我即刻個心就重。喺嗰段時間，因為人嘅攻擊咧，嗰啲負面嘅説話咧，嗰啲閒話咧，令到我心係好重好重。但係神會幫助我今日可以自己鬆咗，並且可以幫人鬆。並且為呢個方法點樣分辨到咩啊？垃圾唔好食，咁啊好簡單嘅啫，好快脆就分辨到咧，好快脆就放手啦。係我睇都睇冇睇過，冇聽過，冇諗過嘅。神為我預備的太太又是我想到沒有想到的，那是神一切都是最美善的。那是有神的話語，這個我們現在仍然說的話語，即是看到經文這樣的時候就應用了。有沒有神有沒有這樣做呢？有些人就說神都未將那些惡人趕走，我們記實惡人永遠不會走的，因為這個世界就是惡人，你在這份工有，第二份工都有的，家裡又有的，即是不是這個又那個的了。所以我們就說不要緊的，我們學習怎樣在羊，在不是羊群，我們是羊，在狼群之中，在狼群之中我們怎樣能夠活出耶穌的樣式出來。這個就是看聖經看完好了，神就幫我能夠深信你的大恩。信心是什麼？一起讀，神應許我放心，還加上一個我信靠，神做事我放心我信靠，就是說神話了我就放心了，輕輕鬆鬆我就信靠他了，神做事我就放心，我就信靠他，我就跟從神。很簡單，信心其實不是我們有怎樣谷自己，我要信我要信，而是說神是信得過的。在你的心中是不是這樣想呢？有很多基督徒都說我未經歷到你那些事啊，不過你有沒有經歷到神跟你說話呢？感動你呢？叫你離開罪呢？有沒有一路推動你？你有沒有經歷過喜樂呢？就算你經歷不是天天有，總之有試過，那你試過以後都可以再試，即是總之有經歷過，我們就記得這些所有好的東西，就並且追求怎樣成日都是這種狀況。其實我們幫過很多人都，他們都說試過的，不過一會又忘記了，我們就學捉實捉實，就是捉實神的應許了。好了，接著就是一起讀，整天想念讚美和愛慕神，經常都想著神，神愛緊我嘅。諗住神咧都有兩種諗法嘅喎，有啲人咧真係神係警察，神係睇住我，神見到我就眼冤啦咁。真係有啲人係咁樣嘅，呢個就係律法主義，即係有啲人會甚至咁話：神見到你都唔中意你啊，你做啲咁嘅嘢，神點會中意你啊？咁呢個咧係一個好負面嘅諗法，因為聖經話咗一杯涼水神都紀念，所以任何嘢我哋為神做幾少，只要我哋真心，神就歡喜。當然我哋可以做嘅唔係只一件一杯涼水。我們才可以做更大的事，所以無論你吃東西、你看書、看聖經、刷牙，其實刷牙、洗面、沖涼這些時間都有幾多的每天。這些時間你都有沒有這個習慣？一走去洗手間就一路多謝天父哈利路亞，那你回頭已經開心回過了。但有些人就不是，去洗手間又被人屈完了，我是屈完了，好慘了，又去完就這樣。咁嘅時候咧，所以洗手間係一個恢復嘅時候，得唔得啊？一齊講啊！洗手間係一個恢復嘅時候，去玩嘅時候啦。其實我哋人都需要玩嘅，咁你又我冇得玩啦，你就算欣賞下啲花草樹木，呢一個好簡單嘅。如果你話我冇得玩，你買個少少嘅魚缸仔，擺條金魚，啲金魚游咧，游得好咯。
好得意嘅。你睇下佢咧，都輕鬆啲嘅喎。即係神做嘅嘢係好輕鬆嘅，而其中一樣咧就係金魚咧，即係比較特別嘅，一扭下扭下扭下咁，遊得好得意嘅。咁你睇下咧，個人都會開心翻嘅。有啲咩中意嘅？如果你真係乜嘢嗜好都冇，你都學下一啲嘅嗜好，去學一啲運動啦。而家手機啊、相機啊，好容易影相或者影啲 video， 你可以試下影下嘢，上一個人都開心啲嘅。咁當然你能夠侍奉作為你嘅娛樂係最好啦，即係你侍奉就係娛樂係最好啦。但係唔係每個人都得，有時你行下公園啊，去欣賞下啲大自然啊，都會咧係即係建立我哋嘅。就啲瞓覺瞓上床，一瞓上床點咧？有啲人咧就反覆諗翻啲唔好嘅嘢啦。一瞓上床習慣，多謝天父，阿利路亞，感謝耶穌，瞓覺真好啦，瞓覺真舒服啦。咁嘅心態容易瞓著啲喎。如果瞓上床，哎呀～仲有好多煩惱，咁嘅時候咧係難瞓著啲嘅。如果你瞓覺瞓唔到咧，起身放鬆嘅。有啲人哎呀，我冇力，越冇力越係唔去親近神咧，越係困難嘅。咁喺個時候可以起身啦。如果你真係起身都冇力，你坐喺度啦。但係你瞓喺度咧，你就猛咁諗嘅嘢，諗嗰啲唔好嘢，總係會反覆思想。你有冇發覺反覆思想嘢係瞓唔到嘅？凡一件事你不斷咁諗咧，係瞓唔到覺嘅，所以一定係諗神，耶穌多謝你，多謝天父，耶穌愛緊我，咁你就容易瞓著嘅。咁我時時咧喺神心裏面咧，成日都諗住神啊，我嚟到你度得輕省，勞苦擔重，但我嚟到你嗰度，叫我鬆曬，成日親近神咧，無論咩時間我都去想念神，就可以得到輕鬆啦。因為神自己係輕省冇重擔，神係完全輕鬆嘅。有一日我哋上到天堂嗰時，你話神啊，原來你咁開心嘅。我哋周圍睇基督徒都好多都係有重擔嘅，但係原來去到天堂，哇！神你咁輕鬆，你咁多嘢做，點可以同時做咁多嘢嘅咧？又咁輕鬆咧？因為神就係全能嘅，我哋有神喺裏面，個人都會輕鬆曬嘅。同埋神能夠叫人嘅重擔得釋放，所以我哋親近神咧就得釋放啦。我哋日日都親近神咧，嗰啲重擔就會走曬啦。詩篇十六篇八節，希望大家咧熟悉呢個經文啦。我將耶和華常擺在我面前，因他在我右邊，我便不致搖動。因此我的心歡喜，我的靈快樂，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。上一節，你必將生命的道路指示我，在你面前有滿足的喜樂，在你右手中有永遠的福樂。咁呢個經文咧就係大衛所寫嘅。佢就話將耶和華常擺在面前，就係親近神啦。因為佢喺我右邊，我就不致搖動。即係話佢親近神，神就同佢一齊啦。佢將神擺在面前就親近神，神就喺我右邊，我就唔會搖動。咁我心就歡喜快樂。咁我真係發覺咧，喺我嚟講呢個係時常嘅經歷。一感謝神，哈利路亞，感謝耶穌。而我亦都發現用方言禱告咧，用個靈愛慕神，有方言禱告。如果你有方言嘅話，如果你冇就用簡單嘅，多謝天父。多謝耶穌，由個心發出，多謝天父，多謝耶穌，神嘅喜樂都好容易充滿我哋嘅，同埋咧個肉身都安然居住。嗱，我哋嘅身心咧係相連嘅，個人煩咧，有冇發覺胃口就唔好啊？個胃就谷住喎，頂住喎，個頭又會痛啊，頸又會痛啊，個人成個人唔舒服嘅喎，咁所以咧。我哋越放鬆，越感謝神咧，個人越鬆越舒暢，個人就越開心嘅。成日都話俾自己聽，我要更加開心，更加喜樂，因為有耶穌，耶穌幫緊我。咁嘅時候就有力量啦，足嘅係永遠嘅，同埋喺右手有永遠嘅福樂，係永永遠遠都開心嘅，係永遠嘅福氣。咁點解咧？因為一齊讀啊，神是喜樂，和是豐盛。神叫親近他的人有全人的福樂。我們應常親近神。就係神係喜樂同埋豐盛嘅，所以咧親近佢嘅人就會歡喜快樂，肉身安然居住，有美好嘅生命嘅道路，又滿足喜樂，永遠嘅福樂，因為佢裡面全部係好嘢。所以我希望大家心裡面深深相信，唯有神係最好嘅。世上嘅嘢嗱，好多人數算咩好嘢咧？讀書好叻啦，揾到份好工啦，揾到個好嘅男朋友女朋友啦，結婚好好啦，生到好好嘅仔女啦。嗱，好多人就覺得呢啲真係福啦，哇！走曬呢啲嘢真係有福氣。
不過呢啲嘢其實所有有呢啲嘢嘅人，佢都話俾你聽，喺佢裡面都有好多困難。要處理夫妻嘅關係都有好多嘅困難，處理仔女教養佢都係困難。咁啊，當然有啲人嘅仔女係乖啲嘅，不過嗰啲乖啲係咪會令到你成個生命好豐盛？哇，好喜樂啊！哇，好滿足啊！因為我仔女好乖啊，因為我丈夫好，所以我好豐盛嘅喜樂，係咪會咁樣樣咧？其實唔係嘅，一定係從神，因為人係有一個空喺我哋嘅心裏面有一個空虛啊，一定唯有神先能夠滿足。因為人係即係我哋冇咗神咧，係不完整嘅。因為我哋就好似樹枝，一定要同神相連，我哋先能夠完整嘅。咁所以我希望大家睇到神係喜樂同埋豐盛嘅。咁而佢親近佢人有全人嘅福樂，成個人由頭到尾，所有我哋嘅路都全部變為福樂嘅。咁所以我哋應當常常親近神啦。而親近神首先用乜嘢咧？就係我哋嘅魂啦，一齊讀一讀係有邊三樣啊？思想、意志、感情，就係一齊讀一讀嚇。思想完全認同聖經，決意完全信服神，與神建立強烈的感情。嗱，有啲人聽過呢啲，但係咧有冇用？有冇用？係咪思想完全同聖經認同？完全話神係最好，神一定幫我，神一定祝福我，神嘅路係最好嘅，係咪成日都咁相信咧？我真係成日都咁相信，我成日深信咧就咩咧？神係必定俾好嘢，係人咧就會搞破壞嘅。咁我見到人個搞破壞，我就唔緊要，我總之我自己做好我應該本分，我點樣祝福人，神俾我機會我就去祝福佢。總係覺得神係最好，喺個心成係咁嘅時候，我有咩困難，我第一樣就掹住耶穌。呢樣嘢係我初信嗰陣時係冇嘅，初信嗰陣時咧有煩惱做咩？打波啦，睇戲咧，就係我嘅方法。但係而家咧，我有煩惱一定係揾耶穌，一定係宣告耶穌得，耶穌得勝，耶穌一定幫我嘅。哈利路亞，感謝耶穌。同埋咧放手嘅時候咧，真係可以得釋放咁。所以思想完全跟從神，同埋決意我成個生命。耶穌帶領我信服，完全信服神，又同我有建立深的感情。其實我聽很多道，我都很少聽到人同神講到同神的感情，我少聽呢樣嘢。我網上都聽很多講道嘅，即係我不啊，即係我有時洗碗啊，有時我一個人食飯啊，咁我就開手機，而家好方便嘅，啲 YouTube 啊可以有很多嘅講道。我都發覺很少人。是講到神那種的豐盛啊，同埋同神那種關係。佢多數講咩咧？我哋可以得到啲乜嘢？我哋點樣可以得力？我哋點樣可以勝過魔鬼？我哋點樣得勝？點樣打仗？點樣即係點樣我哋做乜？但係咧就比較少講到神幾好，同埋我哋可以享受佢啊。咁咧，所以呢個親近神個鎖匙係咩咧？神好好嘅，我中意神，所以個心就中意親近神。咁樣親近神就一種福樂。但係如果話，我要親近神，我先有喜樂嘅，咁呢個就責任啦。我唔親近神就冇喜樂噶啦，咁咪責任喎。但係我哋話神係好到不得了，神好過任何一個人嘅，咁我哋就會有動力啦。而我哋嘅心裏面煩在我裏面，也要稱重他的聖名。煩在我裏面係乜嘢咧？就係我嘅靈魂啦，整個靈魂歡喜神學習。大家試下翻屋企做，同埋喺呢度我同你祈禱嗰時候你都做。多謝天父，讚美天父，感謝耶穌。真係咧，慢慢咧，你個心就越嚟鬆啦，亦都你祈禱會經歷到神嘅作為。其實我今日見到呢兩個人，因為我哋太即係呢段時間都冇乜見到呢啲經歷㗎，咁啊突然間都有一啲驚奇啊！哇，神嘅聖靈咁突然嘅工作，而嗰個弟兄同我講，佢話你一電我，即刻我就覺得有電流，即係呢個都係神提醒我哋，我哋成日親近神，神就同我一齊，我哋就帶嚟祝福。咁所以希望大家日日都話耶穌，我多謝你。學習呢種祈禱啊，你有冇嘗試咧？唔係淨係神啊，求你幫我啦，俾多啲錢我啦，快啲揾份工俾我，將嗰啲惡人趕走。等我俾咗份工咧，係冇惡人嘅，老闆又好到不得了，個同事都好不得了，係冇嘅，呢個世界上冇嘅。而係咧，神啊，你一定將好嘢俾我，就算人唔好，我都有好嘅嘢，一定有美好嘅嘢。個心成個心啊，嚟試下做一陣哦。謝耶穌，哈利路亞！嗱，放鬆嘅人喎，就唔好緊張喎。哈利路亞，感謝耶穌。咁你做做下咧，你會開始有喜樂嘅。我想問呢個幾多個人試過有喜樂喺你嘅心湧出嚟嘅？即係喺個心裏面流出嚟喜樂，有幾多個試過 ？OK， 啊都好多個喎。咁你保持已經得嘅咯喎，係咪啊？已經保持已經得嘅咯喎。咁啊，所以咧，
我希望我哋珍惜啊，有過嘅好嘅嘢，我哋就記實。其實我哋咩都要記實。我又講另一個故事，我唔應該呢個故事冇講過，即係神俾我恩典。喺我廿幾歲嘅時候，嗰次有一次打網球，個波一彈個拍，個拍個角角度唔啱，一打就打落我右眼嗰度，跟住黑一黑啦，即刻成個人好似暈咁樣啦。咁啊，後來又好翻喎。但係點樣知後來我嗰陣時咧就做緊一份工嘅，即係我嗰陣時咧佢讀完聖經大學，未曾入神學院之前，我做一份工。咁喺個辦公室裏面咧，個眼尾見到埲牆有個圓波，橙即係橙黃色嘅，由下至上咁喐。咁我初頭就以為有人用電筒啊喺出邊嗰度照落嚟，但睇下原來出邊冇地方係可以有人用電筒照喎。我再睇下，係我眼裏面有嘢喎。嗰時我第一個反應真係好驚啊！咁我就同啲同事講，啲同事話眼你一定要快啲去睇。咁我感謝神啦，當時因為我冇乜入息啊，所以咧我就可以咧免費去睇啦。咁佢咧就滴咗啲眼藥水，個眼瞳孔就開曬，跟住咧就照啊，裡面照。佢睇好耐，佢話我睇唔到你有咩破壞，你可能個視網膜脫落。咁你自己等下啦，你等幾個月之後睇下佢好定唔好啦。咁咧依然有喎，翻屋企有喎，不過感謝神係慢慢越嚟越少啊。後來咧係冇曬，我感謝神。如果視網膜脫落，可能咧，不知要做什麼大手術啊，怎樣將它整回去，其實有些東西都是很真的很大恩典的。我們有一切都感謝神，我希望大家經常都說我整個心靈多謝神，無論神做什麼工我都感謝神。我什麼發生什麼事你聽到我說我總是感謝神的，有些人就不是的，唉神啊，你我這麼痛苦這麼害怕，害到我死了，即是他們會這麼說。但我在那個害怕的時候，我立刻說神你一定有出路的。親近神的禱告，我希望大家記得和用。我講就講過，不過有些人記得又不記得用。一起講三種祈禱：恩典的禱告、敬拜的禱告、互動的禱告。祈禱不是只有這些，有代禱的。不過這三種就是建立和神關係，叫我們得力的。恩典禱告是什麼？一起讀啊，宣告神的愛，神陪着我，神就祝福我，神接納我。即是聖經講什麼都，所有神的祝福，神跟我一起，神我心裡有計劃，神要大大興起我，神要大大施恩給我，這些都是恩典的禱告。一起身就說神愛著我，感謝神。大家相不相信呢？一起身即刻相信神愛著我們。現在相不相信呢？整天深信神愛著我們，我們是很寶貴的。咁咧呢個恩典禱告係令你得力嘅喎，我成日都會一路多謝耶穌，耶穌愛緊我。又跟住有敬拜嘅禱告啦，一齊讀啊！感謝、敬拜、愛慕、喜悅、緊靠和需要神。嗱，我就放咗啲字眼咧，有啲人祈禱冇用嘅，就緊靠，耶穌會幫助你，同埋我中意神，神啊，我中意你，感謝耶穌，哈利路亞，我需要你。呢啲都係一啲好貼啊，即係好貼啊一個緊貼嘅關係嗰種説話，就好似。愛人啊，人同愛人係咪咁講嘢？我中意你，我中意靠住你，我挨住你，我需要你嗱。呢啲人戀愛就會用呢字眼，我哋可以用喺同神嘅關係。聖經又講到，我哋真係需要神，同埋神戀愛我哋以至於嫉妒喎。咁我哋係咪應該都好似神咁去戀愛佢咧？然後你互動咧，禱告其實同呢個一齊嘅，就係乜嘢咧？一邊禱告一邊信神喜悅我們禱告，神就祝福。即係一邊祈禱話神而家好歡喜啊，感謝神，神而家笑到見牙唔見眼啦。大家可唔可以咁樣樣咧？咁咧你就好有力量喎！你成日都話神而家開心到不得了，感謝神啊！神啊，你成日咁樣笑嗱，我哋睇唔到神。如果我哋睇到神咧，你一話多謝神，神真係好開心咁笑。神啊，我真係好感激你嘅，你真係我生命一切嘅。啊，神咧又好歡你，咁嘅時候係咪會令到我哋不斷咁去感謝神啊？但因為我哋睇唔到神，所以好多時人咧就冇呢個信心啊，就唔覺得神真係咁中意我哋。我哋可唔可以開始咁做啊？成日都深信神真係，我一有做親近神，佢就歡喜到不得了嘅。我一邊禱告神，一邊喜悅，咁呢個就係互動嘅禱告。我一禱告神就歡喜啦。同埋咧，唔單止係互動嘅禱告，同埋互動嘅行動喎。無論我哋做乜嘢為神做，神都一定好歡喜讚你嘅。做啲乜嘢咧？一齊讀啊！悔改離罪，讚美感謝神，有正直啲心，信靠神，遵從信服神，將生命獻上，連率人奉獻和行善。即所有做的事悔改神又歡喜，讚美感謝神，神又歡喜，有正直的心，一個正直的心就行神的路，神又歡喜，信靠神，神又歡喜，
我遵從神，信服神，神就歡喜啦。將我生命俾耶穌，神就歡喜啦。我憐憫人，神就歡喜。我奉獻同埋行善，神就歡喜。即係我做親乜嘢啱神嘅心，就神就歡喜。但有啲人就話唔係咧，有啲人聖經有講嘅喎，但係你著重罪孽咧，神咧就唔喜悅喎咁。係講啲人著重罪孽，唔肯悔改啊。當我哋即係話神啊，我需要你，我真係唔靠你，我乜嘢都冇嘅。如果冇你，我乜嘢都冇。其實我哋嘅生命係神嗰度嚟，神就會一定喜悅你嘅，係可以擔保嘅。咩人係得唔到神喜悅？就係佢驕傲，總係做咩嘢都係我叻個人，你唔夠我叻，唔願意提升別人呢種自私嘅心嘅時候咧，神就唔喜悅。但係如果我哋一種祝福人嘅心咧，神係永遠喜悅，好單純喎，就係我見到人就想幫，神就喜悅啦。簡唔簡單啊？其實好簡單嘅，即係神係容易討好嘅。好啦，跟住咧就係聆聽同埋回應神嘅感動喎。聖靈嚟到叫我哋乜嘢啊？為罪、為義、為審判自己、責備自己。就係聖靈嚟到叫我哋識得自己責備自己，即係神同我哋講嘢，話俾我哋聽咩錯，我哋做錯乜嘢，有啲咩罪。神同我哋講嘢，跟住我哋感受到佢聲音，我哋就會裡面就回應啦。回應跟住我哋聽話咧，我哋就回應咗神嘅聲音。所以我哋親近神一定有聆聽嘅部分，一定係神會同我哋講嘢。聆聽唔係一定你靜曬唔中唔喐咁聆聽，可以嘅。有啲人可以咁樣聆聽。有些人不行，你看聖經，神就會給你一些意念，你處理生命，你饒恕某一個人，一有這些意念，大家留意，大家有沒有留意到，有時候叫你憐憫人，饒恕人，不要再生氣他，你關心他，有沒有留意這些意念？這些意念就是神的意念，我們就立刻聽話，就是回應聖靈的感動，神就歡喜的。我們為罪，為到我們的罪來到自己責備自己，為到公義，我們有沒有做完神吩咐我們做的，遵從一切的公義，沒有的時候我們求主赦免我們，你即是自己責備自己，還有為審判我們，有一天全部的事在神面前供出來，我們就為了審判我們，真的自己內心省察我們的內心了。還有耶穌在門外叩門，不只是給未信耶穌的人的，耶穌經常叩門，你快點饒恕人吧，你快點多親近我吧。好了，那主說話怎樣呢？聽見我聲音，聽見的就我哋首先聽見，咁我哋就開門就係回應啦。咁點聽見咧？安靜留心去聽，個心裏面唔係成日掛住錢，唔係成日掛住啲人唔好，掛住啲娛樂咁嘅時候咧，聽唔到嘅。但係個心掛住神咧，就會聽到嘅，你就會好多意念嘅。咁然後咧回應咧就係我哋會唔會信服咧？信服一定蒙福，這個就係信念啦。第四咧就係聖靈充滿，聖靈充滿真係會提升嘅。聖靈充滿咧係好重要，聖靈充滿其實就同神有密切嘅關係。嗱，呢啲經文我哋唔詳細讀。呢度講到撒母耳高立掃羅做王之後，佢就叫佢揾一班先知。嗰班先知喺度吹笛彈琴，就喺度唔係練音樂喎，即係呢度淨係講佢哋奏音樂，即係應該就唔係奏音樂。如果奏音樂就唔會有咁大嘅同在，而係敬拜神啦。同埋咧，受感説話嘅原文就係説預言，一路被聖靈感動，一路説預言，一路神感動佢。其實我發現一樣嘢就係咧，神嚟到我哋身上咧，其中一樣佢做工咧就係透過我哋嘅舌頭嘅。喺譬如講方言嘅時候，神嘅靈臨在，當我哋喺個容許神嘅靈喺我哋嘅舌頭喺我哋嘅口嗰度做工，哈利路亞，嗰個舌頭咧就會震動嘅。你容許佢震動嘅時候咧，佢就帶動你成個人個靈就開放。呢個係方言其中一樣好特別嘅嘢，就係帶動我哋嘅靈開放。咁大家唔好模仿，你只係愛慕神，成日讚美神，哈利路亞，開聲呼求神嘅時候咧，你嘅舌頭開咧，亦都神可以透過呢個方式同我哋講説話嘅。咁佢就話耶和華嘅靈就大大感動你，你就同佢一齊受感説話，就一齊説預言，就要變為新人喎。即係神有呢種能力，可以大大感動你，將你改變嘅。神有極高層次的生命，他的生命很高層次，這裡沒有講到，但因為他會這樣感動人，將人變為新人，所以他有高層次的生命，能夠神奇地將人更新。一個很壞的人可以完全的更新，所以他應該長時間親近神就可以得到神的祝福了。接著他就說，這個兆頭臨到你就可以趁時而做，因為神與你同在。其實周圍都有神的同在，這裡有神的同在，但係呢度講到就係一班人好親近神，嗰個地方神嘅同在唔同嘅。
摩西上西奈山四十日晝夜翻落嚟點樣樣噶？面皮發光喎，並且佢四十晝夜有冇帶水上去啊？有冇帶麵包？好似我咁，我出街好多時都會帶麵包啊。佢有冇帶麵包同埋水上去啊？冇喎，係空手上去，但係神咧會供應佢。而呢個山咧係冇水喎，係一個咁樣嘅山，但係上到嘅時候咧，神就供應佢，能夠咧喺神嘅同在，呢、這個就係強烈神強烈嘅同在。神就改變佢，就摩西好大嘅改變。因為神與你同在，這個神強烈的同在，神就掃羅離轉身離別撒母耳，神就賜他身心，原來他跟撒母耳聊完偈，他就改變了。有聖靈同在的人，聖靈充滿的人是很不同的。個基督徒都有聖靈內住，但是聖靈充滿呢，在我來說，我的定義是什麼呢？就是隨時親近神都可以經歷到神的平安、輕省、喜樂、愛。隨時一親近神，神的平安、喜樂、愛就來到。同埋第二位人祈禱，佢都可以經歷到神嘅工作。咁嘅時候咧，呢、這個就係聖靈嘅同在，係喺佢身上係強烈嘅。咁嘅時候咧，佢唔係淨係神嘅心意係有話語，同埋咧亦都有聖靈嘅同在，我哋先能夠為神做更大嘅事嘅。咁咧，佢預見嗰班先知咧，又大大感動，佢就受感説話啦。咁呢度神嘅屬性咩啊？佢係可以同人強烈嘅同在，即係神中意同人強烈嘅同在。神與愛他的人有強烈同在，誰愛他，誰親近他，天天都愛他，感謝神，神就有強烈的同在。所以呢，我們愛慕神強烈的同在，渴慕他，這個聖靈充滿就是神強烈的同在。而聖靈的臨在，我們可以敏感到聖靈的臨在帶來的果效，可以經歷什麼？我一起讀一下黃色的字：平安、輕鬆、愛、心靈醫治、趕鬼醫病、喜樂、身體舒服、醫治失眠、得著能力。聖靈會做不同的工作，你越親近神，覺得越平安、輕鬆、舒服，覺得有能力，是神的同在，你就長時間地做，長時間地做，你就成為一種習慣，你隨時隨地可以得力，隨時隨地可以被更新，亦都為人禱告，神會大大使用，整個生命就不同了，因為神就喜悅你，神就會提升我們的生命，我們多謝神，神是這麼好的。好了，壓力之下，很多人在壓力之下，就是這件事令到很多人跌倒。那時候都要怎樣呢？從神得力，一定要親近神。一路被人罵，很多人就猛想起他罵的人。我們的方法是怎樣？一被人罵，神說不要緊，他罵的傷害我，但不要緊，沒所謂的，不死得的，依靠耶穌，耶穌一定幫我，哈利路亞，感謝耶穌，感謝耶穌。我也曾經講過見證，我以前曾經在一個醫院工作的時候，有一個同事是基督徒，但我幾年每一次朝早都每一次，其實個個都是我見親邊個都是早晨咩名咁同佢講啦。佢每一次都是我一叫佢名早晨，佢跟住早晨，跟住咧佢個頭已經落翻喺個台嗰度做嘢啦。咁咧就即係令到我覺得點解基督徒唔可以再即係有多啲溝通咧？點解會咁樣樣咧？個心有啲唔舒服。咁我就開始做準備啦。我就發覺每一次佢咁樣做完咧，我就覺得有種好似，大家咧，好似有種距離，所以我見到佢遠遠，我就已經做心理準備啦。感謝耶穌，耶穌哈利路亞，感謝耶穌。佢點回應我都唔緊要嘅，我喺度行佢嗰時都係咁啦。跟住我就招呼佢啦，招呼完咧，佢又係咁樣樣喎。咁我一轉身，感謝耶穌，耶穌喜悅我所做嘅，感謝耶穌。佢冇乜反應都唔緊要嘅，即係我做好心理準備，就喺壓力之下，我唔會俾人影響。咁亦都有時我就真係喺一不同的壓力之下咧，但系咧我就堅決掹住耶穌，倚靠耶穌。咁咧就嗱呢度講到嘅經文咧就話神係信實嘅。當我哋受試探嘅時候點樣咧？神一定會叫我哋唔會受試探過於所能受，佢一定為我們開條出路，叫我哋能夠忍受得住。佢一定有出路，所以我哋深信唔會死嘅。嗱，有時個方法未必將嗰啲惡人趕走啊，而係我哋嘅生命提升，我哋就唔再受佢影響啦。讓耶穌作主啦！羅馬書十四章八節一齊讀下，我們若活著是為主而活，若死了是為主而死，所以我們或活或死總是主的人，就是成日都俾耶穌做主，成日都係神嘅靈喺我裏面。我活著係為主而活，死係為主而死，或活或死都係主嘅人。神耶穌完全作王，完全耶穌掌管我生命。但與主聯合的，便是與主成為一靈，成日讓神作主。咁呢個咧就係親近神嘅生命。
这个生命一定会提升。而这个生命是日常生活不断可以做，一日可以做好多次，大家试一下一日做几百次都不得。多谢天父，任何时间你一听到一些好的意念，感谢神，哈利路亚，感谢神。嗱，呢阵我哋一齐黑埋眼吓，起身放松嘅人，感谢耶稣，亲近神咧会带嚟无重担啦、蒙爱啦、更新啦、喜乐啦、有力量啦、有怜悯嘅心。主耶稣，我哋欢迎你，欢迎你同我哋一齐。主耶稣，我哋需要你。当我哋一拍欢迎你、欢喜你、需要你，神你就欢喜我哋，多谢你，多谢你。雖然我們不夠好，但你永遠都欣賞我們，我們靠著耶穌一定得勝有餘。主求你釋放我們的靈，感動我們的心，安慰我們的心，幫助我們在什麼困難都好都經常拔著耶穌，因為不拔著耶穌我們就沒有力量，因為離了你我們就不能作什麼。求主幫助我們同神真的永遠不分離，永遠都拖著神的手，永遠都拔著耶穌，永遠都跟神有越來越深的關係，越來越感激神、歡喜神，時時被聖靈充滿，時時被聖靈更新。多謝天父。主啊，我們都學享受你，我們可以親近你得力，我們享受耶穌得著生命的改變。多謝天父，讚美天父，感謝天父。